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Iris 老师。那现在呢，请小朋友来看一看桌子上有什么，请你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。有的小朋友告诉我你看到了毛毛虫，有的小朋友告诉我你看到了花，还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啊，你看到了蝴蝶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习一首关于蝴蝶的歌，我们一起来唱唱跳跳吧。我们来唱：蝴蝶，蝴蝶飞呀飞，飞到东呀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歌。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歌词，我们来一起唱，慢一点好吗？蝴蝶，蝴蝶真美丽，飞到东呀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对吗？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？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So butterfly, butterfly is really beautiful. 美丽是美，beautiful 的意思。好，飞到东呀，飞到西。他说 fly to the east and fly to the west。哦，它来回的在飞。他说飞到花上玩游戏，所以这 butterfly fly on the flowers and play games。在花上玩游戏。说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So butterfly, butterfly is really beautiful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用手一起来做这个动作好吗？我们把双手张开，五指，四指并拢，大指放在一起，看一看，这就是像一只小蝴蝶一样，对吗？我们来一起唱：蝴蝶，蝴蝶飞呀飞，飞到东呀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小朋友，那我们现在来小声一点唱。蝴蝶，蝴蝶飞呀飞，飞到东呀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哇，你们做得非常的棒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大一点声来唱，蝴蝶，蝴蝶真美丽，飞到东呀，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小朋友，那我们要加快速度啦。蝴蝶，蝴蝶飞呀飞，飞到东呀，飞到西，飞到花上玩游戏。蝴蝶，蝴蝶真美丽。好啦，小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谢谢你们的参与，欢迎你们下次继续来收看，再见。